先把烧鸡藏桌子下面，再把饺子也藏起来一份。老公吃饭了。来了来了。哎，饺子呀。嗯。哎呀，今天这饺子真是太香，就是少了点根本不够吃呀。不行，咱得想个办法借一点。你拿着放菜勺，你这是哪里放？嗯，等你吃饱了有你后悔的，幸亏我把好的都藏起来了。先把小龙虾藏在桌子下面。老公吃饭了。吃饭来了。哎，今天吃烤串呀、啊？今天这烤串简直太香了，就是少了点根本不够吃。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，我吃点。哎，喝酸梅汤没有冰不好喝呀，你再去拿弄点冰。给你拿。嗯。万万没想到，老婆做的烤肉这么好吃，咱们全部都给她吃了，一个也不给她留。哇！老婆真好。老公吃独食的毛病又犯了。你干啥？不喝一口啊！你要喝自己弄。这个我都不够喝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等老婆来，我全都吃完了。你不要高兴得太早。我就知道他会这样，幸亏我留了一手。哎，我又没有小龙虾吗？懵了吧，老瓜子是不是嗡嗡的？对不起吗？你等一下我，我一会儿我再分鸡蛋，还有个菜。这么多鸡蛋？啊！哦，哦，哦，哦。
哦，嗯，哦，哦，哦。你把鸡蛋吃完了，杀！哎呦我去！没有了，你还抢起来？是吗？给你吃。我做哪来的？你刚才为啥不端出来呢？你吃好了我都端出来。嗯，今天联合儿子给老公上一课。干啥，嫂子？爸爸，你看我今天做什么奖？妈妈答应我整完爸爸去滑雪场玩。优秀。坐。把饮料喝了，给他换成醋。进步。错。再加点狠的，芥末和胡椒粉都是我特意为老公准备的。搅拌搅拌，估计辣的老公能跳广场舞。哎呦，这里面，那是啥呀？哇，综合成绩第一名呀，太厉害了！爸爸就知道你得奖了，爸爸专门给你做了火锅，你看，美得很。爸爸又拿哄妈妈那套哄我，来，你看爸爸就知道你得了个第一名，专门给你买的毛肚，给你媳妇买的吧？那我专门给你买的，不吃拉倒。你还不吃啊？给，你还不吃？要不是你得奖，他才舍不得买了。哥以前啊，他只买一点点。老婆又在孩子面前说我啥时候只买了一点点吗？以前我也买了很多，好不好？爸爸又在给妈妈解释，只是以前特别贵，好不好？我现在买的特别便宜，你知道我现在买多少钱吗？多少钱？我现在买这么一包，以前买一包要三。